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燕想聊聊游戏》。今天给大家带来是长城的视频解说，超级极速大浪漂移段，双喷空喷落地分段漂移，再是 WCW 喷。好，这边右位漂移一下，双喷快速转。好，甩尾机器再使用 CW 喷。好，快速出弯，然后一直按下氮气。好的，快速出弯，再使用 CW 喷，快速出弯，然后车头。好，快速出弯，再使用 CW 喷，快速出弯。好，右尾漂移一下，双喷一下，快速出弯一下，从这边到去到东尾漂移，再使用 CW 喷。好，东尾漂移，再使用 CW 喷，右尾漂移一下，双喷。右尾漂移，再使用 CWW 喷，快速出弯，右尾漂移。好，快速出弯，甩尾绕车头，快速出弯，再使用 CWW 喷。右尾漂移，再使用 CWW 喷，甩尾绕车头，动尾漂移一下，再使用 WCW 喷。好，快速出弯一下，甩尾绕车头，完成。